强国银行争豪客，教阔太防小三。强国人越嚟越富贵，银行推出人有我有嘅专人理财服务已经行唔通啦。武汉啲大银行就奇招尽出争豪客，大客嚟到商务区揾银行，高球会籍、私人飞机俱乐部都系基本嘢。银行要留住豪客，唔少得装修华丽嘅接待大堂，冲杯靓咖啡俾个客，俾部好嘅脑佢上网查数，令佢有宾至如归嘅感觉。为咗提供更贴身嘅服务，理财顾问仲会教埋阔太点样防小三，仲要照顾埋佢哋啲仔女，初生 B 都有启蒙音乐班，大啲嗰班富二代就有化妆舞会识下人。要享受咁尊贵嘅贴身服务，冇成千万人仔流动资金都唔使谂，最顶级嘅客身家闲闲地都成亿㗎。